分钱给大家，基金场上的服务，好，你看，股东基金，这样话讲，给那个一位。不可能做一个这种系统，自动是先刚那火，现在那有火，上一讲会先自动。除了具体以外，其他就是公司的服务。现在是第一，但是爸从来不打卡的啊，为了我全心投入，我把我的学生做一次第一，现在暂时没有在炒股票，全心投入我的基金，因为啊，这有所以这些十年。但是，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的信息直接进来，不用不做，这是我最喜欢的 long term， 因为它会自动复利滚存，就会创造你想要的收入。因为复利滚存一定要什么？一个本金加时间，所以你本金小，时间拉长；本金大一点，时间缩短。但是每个人能做到，因为一下何谓？何谓？会怎样？每两年都是结束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机会。我把它定位这个叫财富重新分配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想要在这么多的资金里面，哦，可以分到一点利润，然后从这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去拿到该想要有的这个收入，中华资金。